莱格特镇镇长之家。哎，扶桑疗伤之后，他的气色又比较好了，可是他还是昏迷不醒啊。第二章错乱，他的病好点了吗？嗯，你自己问他吧。小珍，能不能帮我戴上太阳眼镜？呵呵呵。哎，贾玛，你还是别去了。去哪？他的伤势还未痊愈，就记得要去莲子走廊。我一定得去，这件事太重要的。哎，就算我要紧事，有没有比命重要？老爷爷，有什么事，那我来帮你吧。让你帮我？这怎么可以？太危险了。老爷爷，你可不要小看我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有一把叫无尽之药的钥匙，放在岩之走廊里面，我先把它拿回来。岩之走廊？无尽之药的秘密无法告诉你，除非我找回它。那我就帮你去找回无尽的制药。慢着，东郊的岩之走廊里怪物具有毒性，如果无法短时间将我们击倒，可能会严重受挫。所以我觉得战斗变得困难，到加贝尔镇宰位在积极的南海。他可是拥有数金赐予的秘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可是老爷爷，为何你要戴上太阳眼镜呢？这是具有透视功能的太阳眼镜。透视？就是可以看穿衣物的那种。老爷爷，你还是安心疗伤吧。我去岩之走廊拿无尽制药咯。变态老头，不过我喜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点不到。整个档，吉吉是你吗？你是吉吉吗？好，送我玩，耶、yeah, ，拿到了。好，就这样。装备力量之剑，原本是78。哦，加成多。好，我们走回去吧。好，走。我只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把那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？前面是江曼的朋友，太好了，运气真不错啊！说不定捉住他就可以调查出江曼的去向。哈，我觉得天宇很可爱，我的伪装术。这什么烂伪装啊！啊，真不错，有个枯木可以做。休特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嘎嘎嘎！好了，休息够了，休特，我们走。这女孩子不简单啊！她是喷鼻血还是怎样？因为小珍坐在她身上是喷鼻血吗？84D。OK， 好，要放一个招式。好，就这样。嘿，这次一定可以抓到他！休特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刚刚，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跟踪？是我太敏感了吗？糟了，难道被发现了？这里该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做空也要中计的吧？怎么没反应？机关坏掉了吗？前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，去看看吧。
这是什么烂机关啊？烂机关，烂机关，烂机关！啊，原来是条死路。不是，他可以直接爬出来，那个机关五爪，那机关也不深嘛，到底 ？OK， 好。剧情我小时候是无言啊，也太笨了吧。哦，这样还打不死啊。啊，糟糕。这个啊，如果一直是这个状态的话，我就会被打死了。完蛋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哦，还好，还好。所以，吓死我了。其实会回一点血量啊，一点点血量。没有说完全没有回血，还是有回一点点血。不得不使出最狠毒的计谋了。古老的黑暗力量啊，请替我召唤，请释放冥界魔物，承认我最虔诚的请求。张影怪，去把他给抓起来。诶，丘特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怪东西？怪！好，我们去救他哈。我们先练个功，来喽，开打喽！咦，他好像很快乐的样子。不要走，快救我！你很凶哦。好，就这样，对话很少。圣流光，他很强。45D。啊，才100哦，太少了吧。再一次。试试。哈哈，应该放这一招了。应该是因为群体招式，没错，应该是这样，没错。最近哪款游戏哦？不知道哎。四十，这次放我要补血了，九自觉，再补一次月之草，怎么会涩涩的呢？很健康啊，只是泡温泉啊。音乐都结束，我还没打死他。哎，好了，我下次真的要带光碟来这边了，要不然因为会断掉。我刚按到防御是不是？
还没打死哦，天啊！打死了，啊，才100，打那么辛苦，经验值才100，你不要紧吧？还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救我，怎么该如何是好？奇怪，这里竟然有章鱼，好像没有发现是我召唤出来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章鱼。咦，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我嘛，我是，糟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讲，怎么办？是被怪物抓来的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是，我是被怪物抓来的，真危险，差点被发现了。看你这个样子，是没办法单独走出这的吧？对，那你就乖乖跟我走吧。那慈善无礼的美少女保护你吧，嘿嘿。好，我要去找无尽之药，跟我走吧。好 ，get 一个木头人。难道这就是无尽之药？到底无尽之药的秘密是什么呢？咦，这无尽之药不是星卡大人朝思暮想的吗？我花了好多心血才走到这里。花了你很多心血，太奇了。这外表普通的无尽之药，都让人为他付出心血。在我喝掉之后，你这女孩的确为她流出鲜血。我为何从来没有人能为我付出一点点的？哎，鸭子你在干嘛？鸭子，这我为何下不了手？真是奇怪的感觉。咦，你干嘛？没什么。你这木头人真丑的可爱耶。现在我已经这样到手了，我得回去找老爷爷了。哦，那就走吧。我的无尽之药啊，走走吧。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了。大家如果玩过《圣女之歌》利落的话，应该看到小真跟吴应该蛮有感觉的吧？应该是这栋。老爷爷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已经能够坐起来了。那不是加慢吗？要不是你特效药，我的病可能不会好。小真后面怎么跟着一个魔物？小真啊！后面那位是你的朋友吗？你说这个木头人哦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反正他喜欢跟着我，就让他跟咯。对了，老爷爷，你看看这个无尽之药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太好了。可是他看起来跟普通的钥匙没两样啊。没错，就是普通的钥匙。不能让小镇知道。不能让小镇知道这钥匙有多重要。什么？不论钥匙？那你为何还叫我去拿？对不起啊，为了赔不是，我变的戏法给你看。你又想搞什么花样？我刚刚问你问题，还没回答我。小珍，你应该有想实现的愿望吧？愿望？比方说吃一大桶的巧克力，或成为一个女王，享受荣华富贵。这些都不重要，我只想忘记一个人。忘记一个人啊？啥？这样吧，既然你有最想忘记的人，也一定有最想见到的人，我把他召唤出来好不好？骗人。不相信？喂，后面那个木头先生，请过来一下。我糟了，该不会身份暴露了吧？请过来一下。
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好了，小珍，你摸一下这个木头先生，说不定你的愿望会实现哦。老爷爷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？嗯，你不敢摸啊？哼，摸就摸嘛。什么？休特？我怎么了？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哼，加曼，算你厉害。喂，这个男人就是你最想见的人呐、啊！老爷爷，你太过分了。小珍，那个木头先生可是一个魔物啊！魔物？怎么会？刚刚那种召唤的魔法，只有对魔物才是有效的。要不是我及早发现，你可能会受到他的伤害。可是他眼怒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啊！魔物的习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，以后还是小心为妙。小珍啊，你过来一下。我想做什么？你过来嘛。咦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只是变变魔术。你该是时候了。什么？小珍啊，我有事得先离开这里，勇敢的去冒险吧。什么？这小丫丫，我出去找老爷爷好不好？乖乖，诶，乖乖乖，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他最想忘记的人跟最想见的人是同一个人，可是休特的心其实并不在小珍身上。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！什么？你们是谁？我是无尽使者杜克拉蒙，想请小姐你到异世界一趟。不过是有去无回。啊？就凭你们？一招被干掉了。把他带走，触手不累。我怎么会？手都被绑得紧紧的呀，脚也动弹不得。咦，休特？喂，休特！干干干干干干！嘘，有人来了。休特，你快给我起来！干！刚刚是什么声音？我肚子在叫，你多心了。我已经知道你藏在哪里，快说啊！哼，这倒也不告诉你。哦，你以为你跟我是平等的吗？不然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我不整整你，怎么能消除我心头之恨？喂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喂，你这个魔物，可恶！那求老吧，我可以轻点。你休想！我休想！可恶！我受够了！哇，痛死啊！你再来啊！你再试试看啊！哎，这样你就跑不掉了吧？你怎么那么无聊？你怎么把自己给绑起来了？住嘴！我就想试试这绳子的强度。哼，臭娘们，今天到此为止。喂，休特，快去找钥匙！乖乖乖！好，小妖妖的冒险历险记来了。好，这场我觉得玩这款游戏最让我惊讶是这边竟然超过小丫丫去找钥匙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啦。
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感谢各位会喜欢这款《守护者之剑外传：无尽的宿命》小镇的游戏故事剧情内容啦。好，今天到这边啦。